很像，只是呢他脸上多点了一颗痣，那不能叫芭比娃娃，会被告侵权嘛，所以呢他叫做什么？芭芭拉。芭芭拉刚上市的时候多少钱？一只12块，重点是衣服一件8块。聪明的爸爸妈妈，你会去买芭比娃娃，买一买 Lily Coco Logo Soko， 买起来200多块，还是来买这个便宜的芭芭拉？当然跑去买芭芭拉嘛，对不对？芭芭小朋友也不懂啊，就说哎，这个是芭比的表妹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样漂亮啊，对不对？也可以换衣服啊，